台东县大武乡大鸟国小后方一处工地，昨天晚间传出意外，整辆怪兽翻覆倒地，怪兽司机逃生不及，硬生生被压在车底。而消防人员获报前往处理，发现怪兽司机已经当场死亡。只说到了现场以后，整个头颅已经受压，都明显都已经爆裂了，对啊，所以现场就是判定明显死亡这样子，对啊，那只是说。车子还压怪兽，还压在它的上方，所以就请吊车来帮忙把怪兽拉起来一点点，我们就把大体拖出来这样子。可是我闻到味道，我说奇怪，怎么味道那么重？我刚刚我的车都没有漏油，然后我就骑上来，我就看到车子在这个挖土机倒下来了。现场弥漫浓浓汽油味，消防人员赶紧喷水戒备。警方也表示，25岁许姓怪兽司机昨天晚上收工后，准备要将怪兽拖回公司，却在上拖车过程，怪兽角度没算好，导致重心不稳翻倒。许姓司机疑似跳车逃生不及，直接被重压在底下。发现时已回天乏术，但真正原因仍需进一步财政调查。原视新闻文件改编台东大武采访报道。